大家好，我是杨帝，今天帮粉丝来看一下银渐层，这到养护家了啊。之前来过哈、啊，之前来过几次。哎呀，这玩意毛多少天？小外这还开的靠灯呢。这是刚生产没几天的小蓝猫啊，比较小，家的烤的。这边有也是小的哈，渐层比较小。这个渐层不错啊，就是天数还有点小，白度可以哈、啊，漂亮。卖几个？这都卖几个了？那么小？一个多月还是小，得最起码到40-50天，50多天。知道吧？看的肉嘟嘟的，这个漂亮哈、啊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边还有渐层哈，看那这个骨肉下边这个大点，这个小点吧，看的都是这个要小的多。这个日多天？30天，快成人了。这个不错哈、啊，这他家的种工哈、啊。咋这黑那么黑、啊？这边是渐层啊。这两个总是母的，两个都是母的吧？啊，这两个品相都不错了，就是个人感觉天数有一点小，现在可以预定。那回头让粉丝看一下，漂亮是绝对漂亮，看到没有？包子脸，白度也可以哈，非常漂亮。有没有喜欢的？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。非常漂亮的渐层。